是奸细。第二，我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第三，没有人会破坏你们大力国的安宁。再见。等等，路太黑，灯笼你拿着。不需要。别逞强。怀疑我是奸细吧？如果我留在这里，也许能多了解他一点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还得回去比赛呢。只是想确认一下，这是个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又是梦？这漫画里怎么总做梦啊？小姐，你刚刚是不是梦到瑞王殿下了？抱着我又是亲又是笑的。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梦到他啊？真的吗？哎呀，这马车怎么停了？我看看怎么回事啊。马不见了。小姐，包袱也不见了。别愁眉苦脸的，咱们走。小姐，咱去哪儿啊？虚往世间高处寻，去找回家的路。可是咱们身无分文，又分不清东西南北。嘘，人生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。走了，人嘛，丢到荒郊野岭啦。该他倒霉。第十一辆路过的马车终于停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这位师傅。敢问这位花脸姑娘姓甚名谁，要去何处啊？原来是你，
明女姓李，明姑奶奶。李奶奶，别逞强，过了这么多辆马车，还溅了你们一脸泥，可只有这一辆停下来喽。原来你一直在跟踪我啊，瑞公公。伶牙俐齿，原来是你啊，小红帽。只怪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实在认不出来。你化成灰我都认得。红秀，咱们上车。哦。娘亲，都解决掉了。是的，夫人，估计这会儿啊，正在树林里和虎豹毒蛇作伴呢。那片山林一直不太平，苏萧恐怕是要遇上采花贼了。不要！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只希望呀，二小姐能坚强一点，这采花贼不相信眼泪呢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只怪那个苏萧一心想和你抢蜀王，区区一个庶女还想飞上枝头做未来的太子妃，现在只能落得残花败柳，流落街头，活活饿死的下场。我死了，我要被活活撑死了。武艺，玫瑰露，解腻的。来，干杯。谢了。多谢款待，酒饱饭足，先告辞了。苏二小姐，请留步。坐吧。我就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什么好东西啊，我还能吃。苏二小姐，这账咱得算算了。这桌饭十两，你和红袖的衣服二十两，这厢房一天十两，加在一起一共是四十两。劫啊，劫财你就找错人了。劫色的话，那应该也是你劫我吧。真不了解你，原来你这么幽默。我原来也没有发现你这么能吃啊。各位乡亲父老，走过路过端看一看啊，我来捧个场了。巷口碎大石，各位乡亲父老，有钱的捧个钱场啊。冯丽人，你等着。大哥，借宝地用。各位小哥哥小姐姐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小女子限时表演，错过了后悔一辈子啊。姑娘，你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我来赚钱的，赚的钱四六分，你四我六，来唱。首先给大家表演一个徒手举大石。好，谢谢啊，好嘞，谢谢谢谢。
咱们五五分账啊。成交。好嘞。再给大家表演一个单手举大石。好。厉害，真厉害。这个索尔小姐真怪，怪有力气的。装满未来的约定，从这一幕开始小心，闭上眼睛，这世界越来越美丽，我十分的确定我足够的运气可以做到完美的结局。不管黑夜或黎明，用力你在我什么都可以，我好伤心，至少我们会紧紧相依，像星光坠入眼底，一眼万里世界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班长，我说班长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表演的不错，再来一个。千里来相会，须往世间高处寻。高塔高处，回家的路。姑娘，姑娘，这是问你的账。哇，神人呐、啊！一共是39两，99文钱。什么？没够吗？小姐，确实还差1文钱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这1文钱难倒李奶奶呀？公公，1文钱先欠着呗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如下次见面再给你。也行啊，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你告诉我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。你真的很爱多管闲事。如此遥远，如此靠近，要时间。